弟兄们啊，走啊走啊，弟兄们啊，走啊走啊，弟兄们啊，走啊走啊，弟兄们走。哪一个也不要落后、哦、落后就要被爱走，永世不见日头。一窝蜂向着来的路上走，哪一个也不要落后、哦、落后就要被爱走，永世不见日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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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过黎明，赶不上决战的时候。一窝蜂向着来的路上走，哪一个也不要回头。回头就要错过黎明，赶不上决战的时候。回头就要错过黎明，赶不上决战的时候。回头就要错过黎明，赶不上回头就要错过黎明，赶不上决战的时候。你可以把他带回去，不过收留他以后我花费也不小，看病吃住包括定制假腿。开个价吧。30万。你不会觉得我贪得无厌吧？这不够，剩下的我回去再付你。不行，除非你押上你的手枪。手枪？你身上不是带着手枪吗？军人怎么能拿手枪做抵押？你是怕我拿着手枪到军校告你的状？你放心，每一个女人要钱，我同样不光彩。告你等于告我，我还不至于那么笨。不过，是为了事情办得把握点。别动！你干什么？啥？你敢吗？为什么不敢？
用你的枪杀了你，再杀了石川玉菊，这就是殉情自杀。我的佣人嘛，自然会为我作证的。你不要动北条君，你不要动北条君。来得正好，凑一对儿吧。说，你还跟不跟他走？跟不跟他走？说。北条君，你把他给杀了！北条君，你把他给杀了！怎么回事？曹景教官是我打死的，我去自首，一定会死的。黑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北条教官，人是我杀的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黑虎，这不行，你走开，走开。龙先心，你不能让黑虎这么干。北条教官，我也想这么做。只不过他抢先了，北条教官，你不要逼我，不然事情会越来越乱。黑虎，黑虎，走。弟兄们呐，走啊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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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兄们走啊！一窝蜂向着来的路上走，哪一个也不要落后，落后就要被挨揍，永世不见日头。一窝蜂向着来的路上走，哪一个也不要落后，落后就要被挨揍，永世不见日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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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弟兄们呐，走啊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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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兄们呐！北条教官，咱们军校出事了，人都大着呢。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关心？昨天听那谁说的是吧？过来这儿，过来这儿。昨天呢，陶景被杀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那满地全是血呀！哎呦，那人呐太多了。诸位，陶景教官现在还活着，医院正在抢救。现在他还正在昏迷状态，根据枪支痕迹与弹道勘验，确定是满洲学生黑虎所为。学校教育学生军人要绝对服从命令。绝对不允许下课上，可现在的学生却杀起教官来了，太有意思了，诸位的教育很有效啊。校长，陶景教官最近迷恋上一个残废女人，据说与校内某个人有关系。陶景被杀后，这个女人也失踪了，校内是不是应该查一查？几个满洲学生已经看起来了。北条教官，到，你去检查这几个学生的行李。嗨。校长，北条教官和满洲学生的关系可密切了，他……我明白。
北条君怎么样了？陶景还活着。啊，活着。可是他还没有清醒，我今天晚上到医院去。啊！你要杀他？不行，这不行。陶景一清醒，我们就完了。今天已经有人提到你。不管怎么说，陶景他救过我。再说，你是误伤了他，不是有意的。学校不会难为你的。我去自首，也可以把那几个满洲学生给救回来。玉菊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陶景不会放过我们，而且这几个满洲学生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满洲学生怎么了？快说呀！不管有没有这件事情，学校早就想除掉这几名学生。今天晚上他们就要动手。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去，为了引开他们，我一定要救满洲学生。啊，北条君，他妈的！哎，哎，团长啊，还有没有加上烟了？给我来一根。有，我这有库存。哎，团长，给我来一根，给我来一根吧。嗯，哎，来，给我。给阿丹吧。给。龙哥，咱们就这么等着，他们不会杀害黑虎哥吧？我看不至于吧，他们总得调查，或者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。日本人的事儿难说呀，万一要是晚了，想办法都来不及了。就是。怎么办呢？嗯。你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，啊！不愉快的事总是难免的。你枪杀教官是不能赦免的。为了不引起外交纠纷，只好请你自杀了。我们向满洲也好交代，枪里只有一颗子弹。最好还是你自己动手，事后法医还要验尸的。我的同伴呢？这件事与他们无关。喂，你们快走吧。怎么了？他们今天晚上要杀你们，北条教官让我来救你们。什么？对。那我们怎么走？这有钳子。谢谢你，兄弟。啊，不用谢了。他妈的没人，这帮小子跑了。哎，咱们这么找黑虎能行吗？我去找家伙。哎，阿丹，
上哪儿去？军火库，当心的。他们已经被释放了，上边命令只处罚你一个人，只要不连累同伴，我可以。不过这件事你们对东北军怎么说？这你放心，当然会保护你的名誉的，学校会妥善处理的，请你抓紧时间吧，拜托了。我明白了。不要听他的。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校长把我们俩给放了。黑虎，快，这会连累你们的。哎呀，你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别傻了，这不是连累不连累的事儿，日本人要把咱们全干掉，快走吧。走。反正人们都跑了，快点，快起来，快快，快起来，快好了，快快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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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快快快快。早就等你了。注意，
今儿让你们他妈的死在日本！庄上，庄上，举枪！真动手了，山下杀一个也是杀，杀俩也是杀，反正事情闹大了，干吧，给，给，走走，快，站住！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？四只小鸟，你们飞得可真快呀！不过这是日本，不是满洲。我劝你们从笼子里飞出来的再飞回去吧。啊，校长在前面带着人等着你们呢，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，你们的翅膀可就断了。校方说了，抓住你们有重赏，这笔钱给别人还不如给我呢。怎么样，各位啊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咱们在军校的关系可不错呀，给别人也是给，不如给我呀。哎呦，他妈的，抓住他们，抓住他们，他妈的，这帮混蛋，到手的钱又飞了。你们要上哪儿去？我劝你们把枪放下，这里所有的路口全被堵住了，别提了，不要开枪，把枪放下，不要开枪。我们并不想打死你们，我们只是警告一下，桃井中佐并没有死，事情还不算大。学校培养一个学生很不容易，我们不想让你们死在这里。你们是满洲人，哎，这件事情必须通过满洲方面。哎，学校这样处理也太轻率了。你们把枪放下，什么事情都好商量。别听他了，刚才我们已经杀了日本人了。你们杀了日本人，并不全怪你们。学校处理事情太简单了，这事儿我绝不会处罚你们的。就算要处罚，我们也要把你们交给满洲。把枪放下吧，我不想让事情太激化。日本人说话算话的，我是校长，你们还不相信我吗？你们不相信我，难道还相信别人吗？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，那么我就请他们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这回他们把枪放下了。你们也把枪放下。这样就好了。把枪放下吧，啊，把枪放下吧。怎么样？你们考虑考虑。好。黑虎，黑虎哥。好，这就对了吧？这就对了。你们要这样干。好好好好。这样就大事化小了啊！小事化了，对对对对，好极了，放下枪吧，这就对了。放下枪就没事了啊！放下枪，好了，你们是我的学生，你们应该相信我，我会遵守诺言的。好好好，你们都是我的学生，
应该相信我，对吧？我是你们的校长嘛。哎，放下去。上。老实点，你说话算不算数？啊，你这么相信我的话，那你对日本军人就太不了解了。学校接到的命令是就地格杀。我给你们上一课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规矩是，对放下武器的对手也绝不留情。满洲连你们的尸体都见不着了。动手。嗨。枪也没用了，我们跳水吧。我们跳水。好，走，慢着，快。啊，你们看，你呢？是啊，不要管我，我把你们接来，又要把你们送走，可惜都没通过毕业考试。教官，你们快走吧，快上船，玉菊小姐会把你们送到附近的货船上。后会有期，我们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。啊，走吧，走吧。
瞧瞧你们，真英雄啊！你们把我临走时对你们说的话全都忘了，造成这么大的外交事端。现在日本方面已经提出了抗议，天天追着要去救出你们四个，上面也很难办。将军，把我们交出去吧，我们愿意接受处罚。我们愿意接受，我们愿意接受处罚。交出去有个屁用？东北军的面子怎么办？是啊是啊，这四个小子不干好事，好不容易把他们送到日本，出去就给东北军丢脸。赶紧把他们交出去算了。滚一边去。将军，那我们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放长假，四个人都滚。等到事情平息了，你们再回来。是。副官。哟。谁也不准说见到他们了。你们往上写个报告。就说他们四个人没回来，可能死在海上了。万一日本人要人怎么办？这不用你管。是。心中
是爱，那黄的是情，那白的是心。千针万线缝成个布娃娃，速不快把你的身子打。我唱真美啊！团长，你的未婚妻在这里吗？啊！你净逗我！我的未婚妻哪儿这么漂亮啊？是漂亮。一定是唱歌的那个。别看了，快走吧，走啊！哎，团长，快走啊！哎，别着急，让我再看一眼。哎，啊，再看一眼，走吧，来了，这。将军命令你们回去，日本人开始挑衅了，几个地方都出了事。走，走，走，撤！哈！哈！哈！撤！桃井事件后，北条秀树被逮捕关押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作为惩戒，把他派往满洲。这里是秘密联络地点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来拜谒本地黑龙会会长。何时进会的？第四代，第二十五批，香山军引荐。那你是在本土加入的了，你来有什么事啊？满洲现在形势紧张，多事之秋，事件频集，本人担任关东军驻本地联络官，负责同满洲人交涉，希望能从本地的黑龙会得到情报和帮助。这样吧，明天我会派人和你联系的。陶景军，陶景军，你好啊。是是。
最近最近还好吧？啊，听说北条秀叔也在这儿啊？啊，是是是是是，哎，啊，是你。陈明威，嘿，再见。是是是是是，这里怎么可以随便让外人进来？马上把外面那个流氓给我赶走！北条君。赶走。嗯，北条君，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？不是你请我来的吗？我请你？他是当地黑龙会派来的。他？不错，入黑龙会我比你早几年，陆军部派我到满洲来，老熟人又见面了。你不是降职了吗？怎么又爬到大佐的位置了啊？请你放尊重性。我特别喜欢看你这个样子啊。这回咱们又合作了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，石川玉菊被捕了，后来又进了挺身队，现在正在受训练，也要派到满洲来啊。他们呢，连个残废女人都不放过。哼，你堂堂一个教官，连自己的情人都保不住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全兵卫，你把陶景给我扣下来。嗯，北条君，不行啊，不能扣。怎么？这是命令。扣我？真是他们好大的口气！今天你要能扣住我，我倒着爬出去。全明卫，你替我往军部打个电话。好，好，好。住手！嗯，打！你敢？嗯，北条君，这，我不许你打。喂，军部吗？我们扣留了一名叫陶景的浪人，因身份不明。什么？立即释放？我。我要是你呀，根本就不会往军部打什么电话，秘密扣留，悄悄的。心中有个跷跷板，一头做我，一头做你。一头做我，一头做你。秋叶
想。